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1年2月27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中山站哦，时间5:04。我拍的是妈吉猫的彩绘，2021年了，妈吉猫彩绘亲子彩绘列车哎，超感动！我今天终于又碰到它了，对啊，因为它其实存在蛮久，但我一直以为它好像卸妆，就还没有，对吧、啊？今天又遇到了，对吧、啊？然后就赶快冲过来搭这一班嘛。这一站双连相连，然后这一站是中山。双连站到了，我看一下，17:55双连站停靠，然后刚刚是17:54中山站，开往大安土达安，然后这边是看到北投的 C30型03403编组的妈吉妈彩绘，开往北投，不知道下面有吗？专门多多给我们导游去管片看，再见，拜拜。耶、yeah, ！彩绘列车关闭车门，开往北投。拜拜，再见喽！134次的妈吉妈彩绘亲子彩绘捷运列车高年雄刚龙刚龙是捷运列车在双连站是里头。好、啊，如果下面干嘛咱们多多给我们导游去观看看，自然再见了，拜拜。